conference or workshop，OK，他们 attend 了过后，他们学了的东西，或者他们做一些 recording， 做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。做 workshop， maybe 这个是workshop A， 这个是 workshop B， 这样子啦。所以你记得吗？我在这边是你可以 add member 嘛，就 add member， 所以你就讲说啊，我派你去这个 workshop， 啊，你去了过后虽然是 happy happy 这样子去，不用做不上班，可是哈，你要就是你要负责啊。把你所学到的东西放在这边，所有其他的人呢，没有的出席这个 conference 呢，都可以在这边看到那些 information。然后呢，你在 schedule 一天呢，跟他们做一个，sharing 这样子咯。所以你自己要想啊，怎样去 retain 这个 knowledge 哦，因为 knowledge management 和 knowledge retention 是很宝贵的哦，对吗？最宝贵的吗？因为那个员工旧的员工走了，最宝贵是他所身上所学到 knowledge pass 到不到给新的 staff， 这很痛心的。OK， 这么辛苦栽培他，所以现在就不用痛心了。你跟他讲说你学了东西过后，你就把你的东西放在这边，把你所学的东西放在这边咯。OK， 那如果你要更加structure 的话哦，你可以的办法，他要把什么放在这边？可能他讲你讲说conference 那边有一大堆 notes 的嘛，你要把 notes 就交给那个 admin 哦 ，scan 到完哦，就把它放在这边啊。然后 after that 你要做一个 training video， 所以这些东西是你 as a leader 啊要想的，因为人家去 attend 那个 conference 不知道到底要放在这边要放些什么，所以那些 structure 你自己想哦maybe 你 notes 啊。过后你自己要说sharing 这些东西啊，你自己想啊 ，OK。接下来呢？